球队，他的名字叫做中信兄弟。是否和黄黄本本一起共同拥有一个家？有很多人心中的记忆都在这里写下。那当然包括这个球场里的你我和他。掌声献给最美丽的 Passion Sister， 谢谢他们哦，持续的为他们加油。